梁振英出席教育评议会的咨询会，被问到会否赞成将六四事件的内容纳入中史或者国民教育科，梁振英回应说，有关的课程可以有国家近代大大小小甚至具争议性的事件，对事件的不同解读亦都可以加入教科书内。另外，他又认为幼儿教育是重要的基础教育，原则上支持15年免费教育，希望能够尽快落实，但要深入考虑怎样执行学券制的问题。至于出席同一咨询会的唐英年支持小班教学，梁振英就指出要考虑教师的工作量等等的问题。香港新闻电视记者吴耀堂报道。